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亚特兰提斯留住最后一口气生存。那上一次呢，我烤了马铃薯啊，瞬间拿出来啊，赶快把它吃下去啊，我不要再饿肚子了。再吃面包啊，吃到撑啊，吃到撑为止。就这样啊，很好。那今天呢，今天我们就是要把上一次未完工的这一块啊完成。未完工，还好大一块未完工哦，都看不到，有没有看到？就这么一大块啊，就把完工结束啊，然后我们就开始，没错，然后就开始把那些作物还是留在下面好了啦，在那边改成种树好了啦啊，把那边种树，就在这边种树，种我的树啊，所以我就是要把这个盆栽拿起来种树，把树种到那里去，那我们就努力吧，加油。各位观众啊，我已经把屋顶整个密封了，可是现在里面还是汪洋一片啊，密封了也没有用啊，里面还是很多水啊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要储水作业啊，用我们的泥土，我们身上有很多泥土，然后想办法把它填满满，然后把这些水去除掉。现在就要做这种事情啊，想不到盖好了屋顶，拱形屋顶依旧没有办法悠游自在的在里面走动，真的太可怜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加油。那现在我们已经排水作业的第一层。第二层啊，我已经用了两层，这个木门已经不需要了，收起来。那把这个木门收起来。那有没有看到？已经屋顶的下两层已经完成了，然后我们的门在那边，还有好多好多水等着我们处理啊。我们就要用的泥土啊，一直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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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填到最下面啊，边填边挖，边填边挖啊，就像这样子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水全面排除啊，真辛苦啊，这么辛苦的作业，太辛苦了，太累了呢。好了，快转，噔噔，通通挖完了啊，把门拆掉啊，现在用不到门了，门也不晓得干嘛。当初还为了放这一根啊木桩，抵挡有人过来，有没有啊，妨碍我作业。那一个空间已经完成了。哇，太美好了，太棒了，就是这样，哇，太感动了。我们要在这边做什么？已经不知道了，要做什么好？做，哎呀，做什么好啊？要做什么好？种甘蔗，种小麦啊，把它开辟成小麦田了，还是种树？种树好像也不错哈，我们在这边种树好了，种树好。没错，来这边种树好了，来啊，把这边全部刨掉啊，刨掉一层，统统换成泥土，然后来种树。哦，不错，好，来做吧。哦，基汉村民都喜欢这块地耶。哦，福泽林地啊。我们为了要把那边也变成草，所以我把这个也挖掉，挖掉，然后把这块也挖掉，变成草地，这样子铺。这样子它就会这样一直长草，长到这边来，那我这边就全部都是草了。这样好像不错，这样全部都是草，那我就在这边种树，这样会不会太矮啊？我看一下有几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格会不会太矮？要不要再刨掉一层啊？令我好犹豫哦，试试看看好了。种树，把一个这个，把这个回收。没有吸到，吸到了，有盆栽和盆栽竟然有盆栽，那我去种小花好了，小花，我有四朵小花，我去种小花，种在家里面，种在家里面，怎么办呢？我去把那个挖掉，甘蔗都长这么高了，我去把这个挖掉，把这个种在下面。种小花在下面，种在这里，把小花种在这里，种，好高哦，错了，我应该把半砖放在下面的，不是放在上面，不听话，真是的，放在这里，这样我就可以放在上面，然后我还可以种小花，种我的小花，
哇、哦，美轮美奂，好了，好了，把东西收回去，美轮美奂啊，哎、欸，把东西收好，那顺便拔个菜，然后把甘蔗打掉，会，然后要去种树了，我没有骨粉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树会不会长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，我觉得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。我完全不知道它会不会长出来，喂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啊，先开垦啊，先不管怎么办。怎么办都要做事啊，会，把这个马铃薯都种上去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马铃薯吗？没有了。那，哎，好啦，不管了啦，先去种下去啊，种在这里，种在正中央，不会长也没有办法了。唯一正中央应该是在这里吧，应该是吧，哎、欸，应该是对，没错，正中央的树木啊，我们种了一棵正中央的树，为了让它那个怕它太黑，插火把在它旁边啊，火把，唯一，哦，这好像在什么祈福法会还是什么神秘的宗教仪式哦，好啦，那哎。欸新空间完成了，那草也会慢慢的延伸过去，慢慢的长过来哦。以后这边就是草地一片啊、看了真舒服啊、就不止家里这一块草地了，好像铺了地毯一样啊、看了真爽。那哎、欸，我们两个在干什么？哎呦，不知道。好了，不要打扰你们，以免你们失奔或是自杀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要做什么？现在已经有哦，又有马铃薯成熟了。喂，我只有喷出一个而已。太可惜了，那我今天呢？哎、欸，我也要让那一棵树长大，所以我要去斩哎、欸、砍杀一下，要去杀戮了啊、砍杀一下那个哎、欸，砍杀一下枯公，然后顺便怎样？顺便目前没想到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忘记做铲子，又要跳回来了啊，顺便把这一条路，全部那个变成楼梯好了，这样跳上跳下太累了呢。我顺便把这一条路全部变成楼梯啊。好，今天就做这些事情啊，做这些事情就够我累了，光盖好那个家就累死我了。噔噔，哎，各位观众啊，我已经把哦，看到马铃薯啊，我得了不采马铃薯就会生的病了、就会中毒的病啊！好，来，我把马铃薯顺便种回去啊！我已经把整条路都挖好了，有没有？不是啊，整条路都铺好楼梯了，哦，可以直达下面了。有时候还会扣掉桃啊，就不会送哎。我顺便把这边堵起来了，以免你下来啊，跟我什么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冲下来啊，就那样一路到下面，有没有？哇，太神奇了啊！哇，走到下面来了，哦耶！那我就在这边，这边放一个箱子啊。我身上实在太多废物了，为什么会带这么多废物下来嘞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要问我啊，这个问题实在太难解答了。那我就把这些没用的废物放进去，顺便烧个铁矿好了，铁矿烧一下，烧个铁矿，喂，铁矿变成铁锭。铁锭才能为我所用啊，然后把这个分解掉，分解成木棒啊，等一下变成不要直接做掉了，变成火把啊。我现在要去找枯工，找枯工，呼，枯工，我来了，枯工你在哪里？我来找你了。哦，这里好暗哦，这里不是很暗，是因为很深。所以粒子浓度很高。哎呦，枯工马上就来了，这么夸张哦！砍死你！箭法太准了吧！太夸张了，还没掉骨头，太恐怖了。那上一次我在哪里？上一次我在上面，还有一个面包，我就取回那个面包，取回我要吃的面包。面包想不到如此珍贵啊！我上一次错怪他了，我竟然没拿啊，被苦力怕玉米成秤，说我会后悔啊！我现在真的很后悔，我没有拿那个面包走，跳不起来，竟然跳不起来，喂，这样子走过去可以吧？到底在哪里？不见了吗？这里吗？呼呼呼！
诶，那个哦，又是窟窿，哦，我要被窟窿打了，赶快上去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上一次的面包，上一次没吃到的面包，嗯，这一次再拿回来，把这些东西都拿走。哦，上一次没吃到的面包，这一次再吃。嗯，把箱子回收，回收这个箱子。木搞爆了，不是啊，木斧爆了。那我现在要挖铁矿。谁射我？哦，谁这么危险？哦，这么卑鄙？哦，这次掉了吗？依旧没有掉啊，掉弓箭，不是啊，掉箭而已。我不晓得要箭干嘛，我不太需要这种东西。把那个还给我好不好？不是啊，把骨头给我。我要你的骨，啃掉你的骨，我要你的骨头啊，我不要这些东西。那还有哪里有？窟窿嘞？不晓得还有没有窟窿，可是我饱食度不太够喂，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？这样有点危险哦，对不对？那不要去找窟窿好了，多挖一点煤炭好了。我改挖东西了啊，窟窿就随他去吧，什么窟窿随他去吧。我又听到食物的声音了，各位有没有听到？僵尸就在身旁，食物啊，食物就在我身旁。喂，挖完它，上去。喂，食物在哪里？没有，没看到奇怪。照理讲应该要有食物哦，看到了，食物在这，食物我来了。哦，你拿铁剑有比较屌吗？哦，掉下来给我。什么都没掉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哇，现在的窟窿都已经不是啊，现在的僵尸都已经这样了，什么都不掉了。哇、哦，这么猖狂啊！这样我怎么活下去？这么猖狂哦！这条铁路好长哦，我也只能挖了。我没有带水，我带一个水桶，没有水。到处都是水，我竟然水桶里面没有水，真是太愚蠢了。搞得我只能在那边挖铁轨。好了，没差了，挖就挖嘛。喂，挖完了。这里有水了。挖完才发现水啊。事与愿违啊，抱歉。人生就是这样嘛。感觉我挖了20个铁轨，好像白痴哦。喂，这里。喂，下面应该有。喂，嚯。喂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把铁轨回收。回收我的铁轨，呼呼呼呼，回收回收，哦，这里回收铁轨，哦，好多铁轨飞起来了，哦，想当年我都在这边大战，血泪历历在目，斑斑血泪，擦火把擦火把，我现在比较不需要怪了，早期没有怪了，哦，什么东西又掉下来了，哦，你的防御，你怎么穿这么多？你怎么穿这么多？你很冷吗？你很夸张穿这么多，是怎么发生什么事情？有需要穿成这样吗？下去看看。这里好像就是我来过的地方嘛。好了，把铁轨回收了，回收铁轨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，回回冲，只有冲到一个，太快。太快了 不能这么神手啊！要慢一点啊！太快了，他没有办法冲到。喂，喂，哦，下面应该有东西吧？下面有什么？哦，下这里我也来过，这里是那个挖到钻石的地方。这里有金矿我没有带铁镐，挖不起啊，挖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走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我们回去拿一下铁镐。回去拿一下铁镐，这样才挖得起。顺便拿个吃的好了，都没有吃的，快要饿死了。拿个铁镐，没有。铁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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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铁镐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做一只镐子出来。只有一个木材，做不出镐子。不来不来不来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看到2根骨头？好了，有骨头，我们回去了。我真的不晓得我来这干嘛的。有小麦吃啊，我一直都有小麦吃啊。小麦又不能吃，小麦是得牛吃的，要做面包来吃。
做面包。哎，面包，噔噔，有面包吃，饿不死了。然后我把骨粉分解一下，然后把树撒上骨粉，嘿，分解我的骨粉，不是啊，分解骨头成骨粉。哦，撒下去，哎，长不起来吗？不够高吗？嘿，哎，真的不够高。哎，喂，喂。哦，它跳起来了，这里太暗还生长不了哎。哎，它真的不够高哦。哎，竟然有这种事，既然有这种事，再来一次，会，哦哦，长起来了，哦，顶天立地的树，完全塞满满，有没有？有点好笑哎。怎么会有点搞笑的感觉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。那我先哎，好，不行啦，我就要徒手打了，我没有木材了，一根木材都没有。徒手打树都第几集了，我还在徒手打树。好啦，有啦，我去分解木材。可以分解橡木材，我有五个橡木材了，然后做出木杆，做出木斧。木，欸，不是啊，铁斧啦，木斧，我做出木斧要干嘛？喂，哦，东西应该放下仓库，放下柜子，放下箱子，这个门放回去。哎呦，45个嘞，等一下有空整理一下啦，先去把树挖完，挖树，哦耶，树结束了，哦。不知道会不会掉苹果哎、欸？啊，会不会掉苹果？可见这里不适合种树哎、欸。事实证明这里不适合种树啊。太高了，不想打了。这里不适合种树。哎呦，居然不适合种树，真是莫名其妙。那我们把这里的东西移上去好了。啊，下一集再说啦。下一集再说好了。那我们哎、欸，今天哎、欸，事实证明那里不适合种树。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好了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居然不适合种树。